Hello， 戏客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宋艺人，我是龚俊，祝星星璀璨，让选角简单，影视资讯尽在戏客。因为距离有我，因为距离也有我。这个人话少，高冷，矫情，事儿多。这个人好吃，爱吃，贪吃。我觉得刚开始见他的感觉，阳光大方，漂亮。对，挺大方的。然后感觉这个女生，刷脸活泼。实话就是挺活泼的，很能聊，就是感觉自来熟。刚开始认识他话不太多，然后慢慢才接触的。我比较慢热。他比较慢热。那聊天之后有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关系？他是跟熟人话还是很多的，对，然后对不熟的人，对话还就没什么话，我觉得他没什么改观，就是刚开始认识什么样，就是现在做了好朋友也还是这个样子，他想听肯定是最帅的呗，是吗？算是吧，我跟谁采访都会这么说的啊。实话是最能吃的啊，他 Q 你啊，好，也算是最美的之一吧。之一是什么？把那个之一给我剪掉。实话实说，真的很爱吃，挺好的，就是。其实每天晚上必吃夜宵。这个都算小事了，就是把我们剧组的道具，我们叫道哥，把道哥的吃的头疼，因为吃的都不接戏了，就是道具全吃光，火锅也吃，啥也吃，很厉害。你今天体验生活？剧中口吻，你今天穿这么好看干嘛？谢谢，我穿什么都很好看。中华小当家，中华小当家，吃货。那我是名侦探柯南那个凶手就是你的那个，因为品酒的时候就感觉是在分析，在什么什么，这个酒是什么什么，这个酒是什么什么。那我说了啊，先说吧，没事。老混球，他的叫蛤蟆精。可以吗？这段可以。可以，这段没有什么。那个柴犬吧，是吗？对，我们都比较爱发柴犬。好看吗？对，因为它挺好吃的嘛，夸你呢。你是海底捞。海底捞，谢谢。希望对方长得帅一点，差不多吧。所以你看，你那个时候知道这些吻戏的时候，还不知道对手是谁。好像是吧，反正不认识嘛。我是确定的时候，刚才看了是吗？你想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？好想。我想的是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吻戏，各种花式接吻？其实也没什么默契了，大家都是演的。慢慢的吧，因为我比较慢热，然后他又比较是那种很能聊，就是。然后自来熟那种，就大家接触起来。我们有个非常非主流的名字，叫藏爱家族，藏爱无酒精。藏爱无酒精。对。可能我有受虐倾向吧，我喜欢那种霸道一点。我是那种酒量很差，但是很爱喝的人。
私下不爱喝酒，但是聚会的时候会喝。他是那种超有自制力的人，就是说我们平时喝酒吧，一般叫他八次他能来一次。我们喝的都是葡萄汁。对，我们喝的都是果汁。只有一场就是我失落，第一次比赛输了，我喝的是真酒，其他都喝的是葡萄汁，因为如果喝多了怕没法拍。我们其实都看到过彼此醉酒的场面。跨年那次，我讲一下跨年啊。对对对，就我们跨年的时候，我们全组人都喝多了，我们所有人喝的醉的，然后跑出去，全都跑出去，然后去天台上许愿。大家说许愿干什么？说我们许愿，我们一定要红，明年一定红，明年一定要红。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我是我忘了，都得听我的。还有一句是，你如果嫁不出去的话，我负责。你真丑，你真不会照顾人，你戏真差。丑八怪。谢谢。吃的太少了。谢谢。你又胖了。谢谢。这次是真的又胖了。谢谢谢谢谢谢你。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道具有那么好吃吗？我真的每次跟他一起吃饭，我就道哥，因为道哥准备的都是他很嫌弃的东西，什么辣条啊，什么速冻食品什么的。就跟上课偷吃零食的概念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工作时候突然有吃的了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是额外的奖励，开的小差，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大家快来，快来，快来吃饭。对，快来吃饭。点个什么外卖吧？点个什么外卖吧？他。我很懒，我微博好久不发了，我一般都身边的朋友 Q， 哎，你快凉了，快发吧你，我然后我才会发。我很简单，就看我的微博文案就知道了。厨艺，还行吧，就是能做熟。你有厨艺？那太多了。最近喜欢的等你下课。我的天哪！带水跳！我应该不会，其实我真的是应该不敢说话的。他会带水跳了，我觉得。不会，我真的不会说话。我不会打扰他吧？但是很激动，应该。很激动的不去打扰他。那你要干嘛？跺脚。学你，跺脚。就是还是那几句话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这么长久的陪伴。对，有你们才有我们。对对对，大家都不是外人，简单说就行。对，我没看。你行不行？重新回答。我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还没看，因为这几天刚回来，工作特别多，然后就没来得及看。而且我是那种不喜欢等剧更的人，我是一定要等剧播完了我才看。看的时候没有。播拍的时候，看的时候没看。有太多了。太多了。有太多了。我没有。我觉得还不是解释的时候，小事儿。那就弄。我觉得不重要。你是被朋友催着减肥。你没有成功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我都说清楚了。最近一年我也不会告诉你。没有。
始吧，你就是这个命了。彩虹屁，嗯，你真说好多，漂亮好多。谢谢谢谢，我知道。到我了，就按一个。还按吗？那我了，可以啊。那我了，可以啊。凶手就是你，你还是跟原来一样帅。我不满意。那你说还要再说什么？继续夸啊、哦！你睫毛真的好长啊！哎，你最近瘦了，健身了是吧？啊，看起来就很壮。好了吗？好。没想。